给你了，拿去吧。不用，我帮你捡起来。送你的，不要钱呀。拿去吧，我在看你捡小鱼。我想用来烤翅。这么小什么烤翅啊？我这鱼你随便拿一条，烤出来都很香的，把我也卖不动。我自荐好市，卖不动。哎，大哥，既然你这鱼也卖不动，我会吹小曲，要不然我。吹小曲帮你招招客人。好，可以。大哥大姐买鱼了，谁要买我大哥的鱼，可以免费听小曲儿。各位大哥大姐买鱼了。哎，小心烫啊！谢谢。我也要一条。好。哎，马上不错，有人认你烤鱼了。啊，哎，那还不多亏了。金大嫂的指点，哎，不光是大嫂指点，你自己往嘴里夹熟了，不然味道啊，不会这么香。哎，是，我又加了一些辣椒，还加了些蒜，我觉得这样就能把那个鱼腥味全都盖住。啊，你是个有心人，将来呀一定能发大财的。谢金大哥吉言。好，走了，走。好，啊，走。你好，小姐，要来一条尝尝吗？好像，来一条，一条是多少钱？五块。五块太贵了，三块行不行？要不我让一步，四块好吗？不，三块，你最少赚一倍。好吧，我可以卖给你，但你以后必须得常来，我每天就在这儿。好的。三条。好。This is so delicious. If you like it, I'll get more tomorrow. No, if you heat it up a second time, it loses all the flavor. You could invite him come over, grill it fresh. If he can make other dishes, that would be great. Lorraine has been away on ship. He won't able to cook for you for 6 months. Go ask him. $100 per week. If he agrees, he's welcome to come over. Mr. Gomez, you're a good man. No, I'm a good old man that loves to eat. 哎，你好。哦，你好。哎呀，谢谢你又来光顾我的生意。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华胜。刘先生，你每周赚多少钱？我刚刚开张，还没有算清楚。不过我想50块应该有吧。你有什么事情吗？我有更好的建议。我在格米斯先生家女佣。格米斯先生是葡萄牙退休的监军，他真的喜欢吃你的烤鱼，所以他邀请你来到他的家做事儿。好，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那你除了烤鱼还会做什么呢？
我以前在茶楼做过面点师，我还会炒中国菜。那太好了，那就用你的全部厨艺来应聘，每就100块钱，怎么样？没问题。刘先生来了。哎，你好。你是不是考虑明晚会会与琼晋王就给我一个惊喜吧？我会尽力的，先生。你去做考虑吧，到时间开放就是晋龙。好的，先生。哦，不应该你说是长官。是长官。走吧，去吧。他为什么让我叫他长官？啊，格梅斯先生是一个退休的将军，我说过的。好，没想到他已经这么老。你千万不能说他老，但像他也像年轻人的样子。事实上，他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战士。哦，那他的太太应该怎么称呼？他去了天国。他现在跟他的儿子波罗住在一起，波罗这些日子不在，他去葡萄牙休假了。那这么大的院子，就我们三个人住吗？不是，五个人。Gomez、波罗、你、我，还有一个用医师，他晚上会来休息的。五个人住也显得太大了。等到举目的晚会，你会感觉院子刚好合适。啊，好，我来吧。奥若斯，今天晚上烤几条鱼？三条鱼，每个人一条。也有我的吗？你不喜欢吃吗？当然喜欢，不过我有些舍不得。格米斯不会的，如果你跟他吃的不一样，他会生气的。这个口感就对了。味道鲜美极了。先生，你能品出来有几种味道吗？有香味儿、辣味儿、葱香味儿、豆豉味儿，还有蒜味儿。刘伯说的对吗？对，您真的是一位美食家。十种口味当中，您尝出了五种，其他的还有……不不不。你请给我留下探索的空间，我需要自己来寻找那五种味道。来，为我们的相聚。好，谢谢。不不不，感恩之心应该有，但对格麦斯老头来说，谢谢是不需要常挂嘴边的。好的。啊。格梅斯先生，刘先生还是很不错的面点师，他还会炒中国菜。那我要给你加薪了。不用的，我是用我全部的厨艺技能来应聘的。罗斯小姐就这样说的。罗斯，你给我升迁了。刘，罗斯是个吝啬的管家婆，你要有心理准备。哈。怎么了，将军？医生，看，在家里。我去叫救车。不，来不及了，我也可以开车。快开慢一下。不能慢，格麦斯先生，时间就是生命。不。格麦斯先生，对不起。我的车技实在太差了。没事，我来教你开车吧。那我们不去医院了吗？那个鱼刺没有了。真的？你找到了新的治疗方法。好，来。
格麦斯先生，这是我拿到驾照之后第二次开车。你的勇敢精神适合做战士。我参加二战的时候也是刚学会了开车，在炮火中开卡车运送物资和部队，地面上的弹坑为我糟糕的车技找到了借口。不过没过多久，我就把卡车变成了听话的战马，我甚至可以用一侧的车轮开着车飞跑。这不是在耍车技，因为有的时候你需要面对只剩下一米宽的路面，你不得不让车翻转45度。真的让人不可思议。麦子先生，我来帮你。不不，这是我的竞技场，是战者教会了我生存的法则。那我能做些什么？我是指挥官，你要按我的指令来行事。好，那匹战马可以让我骑骑？ Yes sir。 你好。格麦斯先生经常到这儿来吗？这是他儿子的地方，他只给我们的指令就是只要他不出这片地，他爱怎么开就怎么开。他每次到这儿来就为了开车呀？对，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怀念他已故的战友。对于他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垃圾处理厂，而是硝烟弥漫的二战战场啊。一等兵刘华胜到。我是格麦斯队长，我命令你把这车给养送到格林高地。Yes sir。刘涛，他没有问题。麦斯先生睡了吗？他在厨房做菜，需要这个。哦，那我来。你要休息，你晚上还要考虑。没关系，